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好吃又下饭的茄子炒豆角。首先，茄子切条，豆角切条，盐、鸡粉、糖、生抽、蚝油、清水，搅拌均匀后加入生粉，搅拌均匀。茄子热锅下油，炸至金黄。豆角炸一分钟后出锅。另起锅，加蒜蓉小米辣炒香，然后加豆角茄子翻炒一下，加入调好的酱汁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